雪山巍峨，白云悠扬，我是西藏昌都的金雕，请随我翱翔，一起飞越壮阔山河，感受那份来自高原的震撼与美丽。现在映入眼帘的是大峡谷景观，这里是自然力量的杰作，江水在这里刻下了千年的痕迹，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峡谷风光。此刻我们踏入了生机勃勃的拉妥湿地，不远处金沙江奔腾不息，展现着无尽的壮美。这广袤的生态系统内，黑颈鹤翩翩起舞，让这方水土散发出神秘而灵动的魅力。脚下这片广袤无垠的绿色地毯是阿旺草原，这里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，是牧民们的家园，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乐园。我们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的魅力画卷。在这趟翱翔之旅的尾声，让我们带着对昌都这片神奇土地的敬畏与热爱继续前行。感谢与我同行的你，愿这份来自高原的震撼与美丽永远留在你的心中。抖音